谢先生，你哇，还是我来不及认得清楚，你们没有按照这个。有没有按照啊？有，就按照这个做。领导都只是反过来而已，对对对，反过来而已。OK， 所以我们按照旁边都一样。OK， 好，谢谢。然后到时候我找你点名啊，什么时候都找你啊。不是，应该找阙元君吧？元君，因为我们的代表，我们的那个，我们车长是他，都带你去认识。这个，戴这个黑色帽子就是他。对，然后再给一票那个。玩这个。哎，元勋，什么事都找你哦，找你哈 ，OK。什么事都找你，出事也找你。我也没有碰到，没有钱，出事找元勋。这边不要写机缘吧。So that
心解开童话故事中的谜。悲伤悲伤的心里痛，电话没有白电话。其实已经有一点点，轻轻敲打，爱爱爱，就是你可爱女孩，脸上轻轻微笑，说真的我来看，真我来给爱，谁能明白未来，全世界我是第一个，永不掩盖，我出现在某天空中，会放弃。公主和王子之间，看你哭红了眼睛，如何在你聪明的手中冰淇淋？当所有亲密感觉彼此全都表演，像火般的火，脑子都是你的彩虹。机会宛如流水，我的冰冰都在潮汐背，几个放松变成一太多，努力工作为了好生活，我想飞好我都这样过。Oh 来咯 Oh 来咯 Oh 来来来来，一路发在高分贝，换季的氛围我来准备，我在忙碌中找机会，努力找现在的生活。你望我需要那个蹦蹦，明天是我紧绷，明天不用工作，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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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喜欢有回忆的，不然我都觉得在跟空气讲话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，我们现在去安平谷。那我们逛的时间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。哪里啊？那里后面山沟倒下。防晒要记得擦哦，你如果有帽子的、有什么的，记得带下车。你知道台南市长是谁吗？晒得密麻麻。是谁？谁啊？谁啦？问导游啊。台南市长是谁？啊，能叼我啊、欸、那个好厉害，那好厉害，那阿妈在骑什么？等下路 I just need the space before higher on the street and I know it's my time。 那今天的东西是什么？哇哇哇，这太帅，这太帅，台北都没有，我可以穿没有戴安全帽。 Ask this fuck boy。 你干什么啦？你敢穿单脚？它的作用呢，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古时候可能挂在门上。哎，裴文，你快看这穿甲，哎，保佑平安。呼呼，它可以养吗？蟑螂它可以养吗？对，裴文这可以养吗？我不知道，你抓抓看。啊，好屌，好屌，好屌！是的，我们刚刚呢，就是所有人都已经分开了，现在只剩下我们三个而已。我们三个剩下的人都已经被这边的市长抓走了。这边市长是谁？台南的，这边是台南高层。你知道这边的市长是谁吗？谁？侯友宜。郑文灿。不是吧？侯友宜不是。郑文灿是桃园市长。你虎小的吧？这边是侯友宜。啊，对，陈其迈是高手的。你今天穿为什么穿这件碗很大、啊？他想要碗很大。说一下，哎、欸，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观众？这会上，这会上我的，这个应该会剪出来啊，应该啊，应该，或许会，除非我忙不完。我喜欢零二，就这样。
不是啊，没有位置啦。我脾气都是被你们惹出来的。好记仇。我刚做一个定制炸弹，是不是？肉燥饭。你可以往右。肉燥饭。五肉燥饭。肉燥饭姐。你要不要？你如果做可以来这里乱做了，我们也不想做，你不需要了。都想吃一点。过来几碗通菜鱼丸 ，OK 啦。没有多饱。拿65块。虾仁馄饨，完了我进入选择问题。啊，虾仁馄饨汤啦。那我选好了。然后我们的某个人，他的面线，你炒屁啊！想象不一等一下要到那个什么高雄的拉面，是打麻将用的那个吧？可以买的话也没钱。麻将死吧？为什么麻将会用这个？麻将神经病哦！哎，真的。然后这个上面是假链带。原来等下四个岛可以这样抽一盘。来再讲一次，文金妈被来做八卦球。刚刚我们看完石鼓的表演，非常精彩。刚刚表演怎样？你觉得屌不屌啊？我可以帮你按这个。对啊，你觉得屌不屌？刚刚表演，他说用你们的双手打出他们自己想的音乐。你做不出来的。我做不出来。那你觉得屌不屌？对啊，我做不出来，就是很屌。我也那么觉得，你觉得屌不屌？我刚刚看你好像都要看手机，然后到最后一场表演你就想，然后到最后一场表演你应该有被吸引到吧？我就稍微看一下，稍微看一下。你这样很对不起，你这样对不起表演前，然后在那里打手机。哦，他这样很对不起这位表演者。我问一下严勋，是什么？前面刚表演，你觉得刚表演怎样？那个前面打鼓的小女生，叫小打，刚打那个小鼓的。拿到了，我就在墨镜，拿到录影胶吗？人家拍照是放纵事故。你觉得刚刚表演怎样？就跟你说一定赞，一定赞。刚刚就来，我觉得啊，这大家都来。难道我现在是有打马赛克处理卡？可以录3个小时的，还可以说他这边怎么踩踩、啊？我知道为什么了，靠边啊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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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快点啊！这样干净了吗？没有啊。谁说要上来的啦？我们现在进饭店，然后为什么没有带行李？我没有带行李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秘书忘了带。我对。是啊，对对对，我们终于接了，他啊，陈俊源呢？哎，我超爽的，我都不用拿任何行李耶。那边啊，206、207，还是我们不会看，我们不会算数学。最后一天啊，你们不要看了。最后一天好像那个。神秘哦，蛮小的，哎，太神秘了吧！解开了梦幻迷宫哦。哇，哎，等一下，敲门一下。干嘛？你们怕哦？我都没敲过。不是要敲门一下？结果，等一下啦。结果，敲门呐。看你们这样，等一下陈俊仁吗？这么等一下俊仁。Ready？ 方卡在你那里吗？方卡不在，我说。我敲一下。你们干啥？都没，真的没住过。
没住过酒店吗？你就是常住酒店，酒店咖。你本就放你进去。在我爸妈在爸爸后面。好，来进去进去。对，有，刚刚我们有敲有嘟了。我们快点呐！快点呐！这边马西马西。各位，帮我拿着，帮我拿着。大哥拿着，马西马西。Go！够了，花小。Go！他进去的时候都要戴口罩。哇，引流国际御茶高手，好像很高级。现在我们要去，我们应该现在去左。好，前面好像就是那个，等一下，前面说比男友还硬的那个吗？对。前面是比男友还要硬的，也比女友还要软的。宣传大桥，真的？你要给他看？我没有，刚刚那个广告，就是我刚刚看到一个广告，他用这一根，然后他说，然后下面写说什么比男友还要硬，对，比女友还要，他就是高雄代管这样子，那种奇怪广告。可以来这边买东西，买东西吃，对，但是不要买违禁品就好。不要长这双。可以延续，我要拿墨镜。你要拿墨镜。哎，好，今天呢，第一集就要结束了哦。那个，现在时间是几点几分？看看啊，11:00。11:00。你们三个都吃完泡面，剩我没吃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你给我去外面吃。我今天我喷了600，我今天喷了大概200多。现在时间是1:09。那我们大家没睡觉，我现在已经想睡了。都是两个字在那边搞。黄面，你敢说你没有？我就是没有。我是刚刚在那边啊。妈的，想闷土鸡是不是？在木乃伊。刚刚，因为我们刚刚有一个主人，他已经受不了，所以他决定在厕所睡觉。哈哈。到底在干嘛啦？完蛋了。哈哈哈哈哈。
哦哇！有点不想，这是精神的折磨。哎，灯光，然后录影，灯光还要录影，闪闪烁，好了吗？重录了。好，来，等等。别跳副歌。